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《风云之天下会》。那这场游戏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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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了。OK， 那主要就是在讲就是步惊云跟念风的故事。那这一款游戏是志冠出的。那之前在小时候我有玩过一个是风云二之七武器，那七武器是那个谁啊，熊熊忘记了，就是做哦义拳对吗，义拳国际公司出的 3D 的风云二之七武器。哦，那时候我觉得那种游戏超级好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玩游戏是风云之天下会，是志冠的作品。那它是属于 2D 的，所以画面当然没有比现在的好。好，然后这款游戏的剧情不知道多长，所以我怕会玩很久。好，精灵骑士池中舞，一遇风云变化龙，九霄龙吟惊天变，风云际会潜水游。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武林中极富众望的霍家宾客云集，为霍家庄主霍不天驻守。那个28个字对江湖所造成的影响，也由此揭开序幕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哎，有点慢哦。走路也太慢了吧，快点啊，是故意的吗？哦，你真的很慢。恭喜霍庄主啊，恭喜霍庄主，好好好，谢谢。祝霍庄主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。你谁啊？谢谢，大家尽情地喝，千万不要客气。霍兄，你今晚咱们兄弟俩不醉不归。一定一定。我终于变快了，刚才超慢的欸。所以白色衣服是哦，这个大家看不到花是正常，因为我自己看不到。咦，怎么不见金爵？金爵他真的好慢哦，是故意的吗？不行，我不能按掉，看来只能这样吧。啊！我刚按到了，对不起。霍不天不在意金爵非为己出，更像金爵当成亲生儿子照顾。而金爵也未感念霍不天的养育之恩，心甘情愿地以霍为姓。金爵应该是步惊云吧？应该是，我刚没看到，所以他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对异父异子虽无血缘关系，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却早已比血还浓。而且我觉得我的画面这样子应该不正常，有没有办法让它加快啊？我真觉得画面不正常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等这边可以存档之后再说。而且我刚按了左键，应该等一下对话又跳掉了。汪汪汪！你好慢啊！观众可以直接快转哈。他被射了吗？好慢哦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死去！哎，他说中的是剑还是
被抓长剑是不是？好可怜，长沙幼小动物。哦，变快变快，为什么刚才那么慢？小刀，今天是义父的大寿之日，我得准备一些礼物送他。如果将这白虎当作义父的寿礼，他一定很喜欢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赶快回去。哦，不均匀不均匀，小金云，立了白虎的霍金爵，兴高采烈地赶回霍家。但是，好慢哦。霍布天是哪里得罪你们？今天居然杀我全家上下，也不怕告诉你，那你死得明明白白。你竟敢拒绝天下会的招揽，熊帮主有令，杀！霍布天，受死吧！嗨嗨嗨嗨！哇！好慢哦，可不快一点啊？这是正常的吗？啊，头掉了，头掉了，哈哈哈哈！不是抬举，不然全家72口就不会遭殃了。老的已经通通淡掉了，怎么可以走了？哇，全家72口靠两个小喽啰就杀光光啊？怎么可能？咦，还有一个小鬼，长草可是要除根啊！这小子面无表情，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看来和姓霍的并非一家人。咱们帝爷一眼双怪，从来不做亏本生意，就放过他吧。好，这边就是正常的打架的意思吗？金箍棒的画面也太慢了吧！好，我等一下再重开机，再往往看，重新登录游戏，我觉得这样不是很正常。那先我们先，还是我录影的关系啊，有可能录影变慢。等一下要打架就对了，稍微快一点点，好，没有招式，好慢哦。真的很慢，我觉得是录影关系。你真的赢了，可恶的小子，我兄弟害过我亲弟才会找你的道，看我宰了你。什么人？这边就很快，奇怪，师父，这小孩可怜得很，那我们救救他吧。慢了，慢了。我觉得是录影关系耶，还是我开的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重新。我们去看一下救救他。莫名其妙。好，这种游戏要先点到，点完之后呢，然后再按一次，然后点中间这个，它就会发出攻击了。太慢了，我相信各位观众看得很痛苦，我也很痛苦。啊，要要要，慢动作重播。还没死，但太慢了。我真觉得，稍微快一点，好像我偏一点了，一点点。还没死，
不过这样都是没音乐、啊，音乐好像背景音乐而已，有点烂，也不能用。好慢，怎么这样？哦，是的，是的。等一下，我先中断录音。好，那个我重新开游戏了，然后这次顺多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师傅，他醒过来了。孩子，你身受重伤，竟然这么快就醒了过来，可见体格非凡。啊，这叔叔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，更胜鼎鼎天神啊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霍金爵，请问叔叔尊姓大名？我没有名字。好啊，你终于说话了，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个哑巴呢。你既然不是哑巴，为什么昨日遭逢灭门之祸这种不幸，居然连哭也不哭一声呢？哭根本无济于事，只有冷静从容，藏着伺机血恨。金爵，你先留下来养伤，等伤势痊愈之后再做打算吧。之后金爵便暂留此地疗伤，一个月后霍金爵的伤势已然痊愈，但他仍未有离去的念头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偷看这对师徒练剑，而沉迷于这些精湛的剑术里。突而不才练了多日，仍未揣摩悲痛莫名一丝的窍门。悲痛莫名需由内生外，凭心意会。陈儿，你千万不可操之过急。这叔叔的剑法如此神妙，他若肯潜龙相授，就可手刃元凶，为霍家报仇了。我现在可以到处行走，我可以按空白键吗？可以存档吗？怎么存档 ？Hello。怎么存档 ？Hello。怎么存档了？有藏宝箱的概念，获得竹剑。哦，左键可以点，可是可以按空白键点吗？应该没办法吧。应该可以装备才对啊。哦，点自己对不对？然后嘞，回到游戏。哦 ，OK， 我点自己的、啊。哦，怎么装备啊？OK， 好。啊，这边有东西可以按空白键吗？不行，只能用点的。真是不好的设计。可是我哪知道两边有东西，两边有东西。好，这应该不像《仙剑奇侠传》有暗藏东西的、啊，就是有宝箱，可以开宝箱，就是有东西吧？应该是啊，应该是。这个东西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我随便点的，还真的有。哦、这有石头。师傅，不要喝你的茶。
可以剪他的筋吗？不行，可以跟他讲话吗？你决定保留营养，能跟他讲话 ？OK， 可以，可以，点两下，等一下就可以了，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在弄滑鼠点有点不方便。叔叔，吾已得霍家剑的真传，可否赐教？霍家剑法早已享誉武林。陈二，你就和金爵切磋切磋吧。师父，金爵伤势初愈，只怕我一时失手。不用怕，而且你正缺临阵经验，试试又何妨？但务必点到为止。接招吧，请指教。哦、有战斗了，有战斗音乐了。OK， 哇、我以为被打应该死了吧？那打赢吗？我觉得打不赢耶。好晕，打不赢吧？我觉得打不赢耶。这应该打不赢啊。还没死。啊，挂了。陈浪。陈儿气度冲冷，这剑破得干净利落。啊，我还有绝招没使出来，我不甘心，看招。他剑断掉了。北堂莫名，他竟然能暗里偷学，竟然将自己的不幸遭遇融入此事之中，增加时间的威力。看来这孩子悟性奇高啊，以他这次责任绝对不比成儿逊色。可惜这孩子的剑法中却带着魔性。叔叔武功盖世，霍金爵心悦诚服，求你收我为徒弟吧。不理他就走了。金爵起来吧，师父已回房休息去了。他既然没有拒绝你，就表示他一定会好好考虑的。领悟悲痛莫名，莫名其妙领悟了。OK。先存着档，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去找他。OK， 好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那喜欢的朋友欢迎到频道订阅，欢左下角按个订阅，一个大头贴按订阅哈，那也带我粉丝按赞，也从最新的消息。那谢谢大家会喜欢这个新的游戏《风云之天下会》的游戏录制啊。OK， 谢谢大家这次收看哦，拜拜。